一看，看看你这个心，你什么心？如果你半圆心，赶快把它拿掉它，赶快把它拿掉它。如果不是这个，你真的利益他的心，你把它增长它，对了。但这个地方很细致哦，啊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说实在的，教法没有正确认识之前，检点不出来的。所以眼前真正重要的事情啊，对我们诸位住在这里啊，我也是如此，我也不敢出去。尽管我跟你们讲，但是我不敢出去的原因呢，我晓得。到现在为止啊，还没办法如正式的认识，还没办法检点自己的内心。一出去，尽管我是弘法，对不起，不知不觉当中啊，在损法，跟这个东西相应了。跟这个一相应的话，你完了。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要了解的。啊，下面说，比丘乐防胜，身为诸放业，自道错恶起如相出淤泥。我们真正的出家人呐、啊，哎，应该呀、啊，努力的去呀、啊、防护，谨慎的防护。就还有一个乐，哎，妙来，你刚开始防的时候啊，蛮苦的，等到你真的防出味道来，是越住越快乐。啊，越住越快乐。在座的同学当中已经有几位，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以我的确鼓励你们了、啊、不要说你们了、啊、在下面那个真居士的女众，他们听见了以后啊，他们一再说，哎，我真赞叹了啊，我们这里上面没自修，他们自己就开始自修起来了。你只要肯如法的去做，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不是味道，慢慢慢的快乐来了，到后来是越来越快乐，到后来啊，叫你不走这个路是办不到，人人都是这个经验，所以这是快乐的事情啊。啊，身为诸放业啊，你体会到了这个味道，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，哎，这个放业原来这么可怕啊。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懂得道理，最好先读过佛语。哦，这个放业这个事情呢、啊，很糟糕，很糟糕啊！啊，你只有这样的努力啊，那么自然呢、啊，你敢造什么业，感什么果啊？所以也想跳出恶趣啊，还是你自己把自己引导出来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把我们从淤泥当中啊救出来了。比丘乐防胜呢，胜为诸放业，能斗一切恶，如风吹树叶。前面是相出淤泥啊，哦，这个很辛苦啊。到后面啊，风吹树叶啊，那个很轻松哦、啊。是的呀，刚开始的时候是难的，到后来很轻松。风一吹啊，那个树叶是粉粉都掉下来，这个恶业马上就消得干干净净。啊，如是亲友数业缘，若悉散去诸解脱。愿度修习与正见，若人贤戒虽妙行，一切皆具苦意所。前面是经，下面是论。那么龙树菩萨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叫亲友树啊？这个才是真正你的好朋友啊，这个才是你的亲人啊。平常我们我这个东西，我们的冤家啊，这个真正的好朋友，真正的亲人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你如果要求善去，要求解脱的话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句话，愿度修习正见。现在我们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，你有了正见了，下面一样样都来了。有了正见，下面一样样都来了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要学一学定啊，我们要学一学什么呀，哎呦，我赶快得到一心不乱了，不要。你得到了正见以后去念佛的话，一心不乱一定得到。不要说一心不乱了，三昧都可以啊。如果你寿命稍微长一点的话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反过来，若人邪见虽妙行了、如果邪见的话，他尽管的行持很妙，不管做什么具苦意所啊，就不要说世间人了，就是啊出家人，尽管他的行持非常好，哦，身口切字防护的非常好，自见不正，结果还是苦的。啊，胡黄是普通的人了，胡黄是普通的人了。所以缘起二念因果正观点者，
乃是能称你一切诸臣，皆办一切事乎一理，必不永少根本一处。好，到这里说，这个对于啊缘起啊，缘起的空的道理这里还没讲，因为是共下士。由于因果的法则，然后呢苦乐的因果啊，您能够如理如法，一天都不错见到这个道理，这件事情是什么？一切诸臣、人天、声闻缘觉大乘以及一切事父所有的好处，这是必不永少根本一处，根本因必不可少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真正要修学的第一件事情，这个故应杜岳前文所说，皆念诸经贤于因缘，百业百语皆毗奈耶阿金摩中诸度因缘，并诸余殿令其猛力恒常定解，应当此为皆而要已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照前面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，还要念诸经贤于因缘经、百业经、百欲经、毗奈耶经，还有很多像杂报障经本身啊，然后呢这个本事啊，都是这些啊，乃至于诸余殿。诸余殿就是我现在跟你们看的了凡四训啊，余殿愚公于早生记啊，阅得古鉴啊，这些都是你看的越多你的印象越深，一直等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？令其猛力恒常定解啊，这个心里的念头啊确定不移，而且这种确定不移的基础保持，不但基础保持而且力量很长，应该把这个作为啊我们修持最重要的，修持最重要的。所以印光大师也告诉我们呢，是吧，因果是立众刚果啊，我们讲戒律真正的这个戒律的这个刚果什么因果，整个的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它有因果所以才讲戒定慧，这个都建立在这个上头的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。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道理说明。那么现在好了啊，这个道理啊懂得了，这个知有了。第二啊，量是什么呢？第二甚至一乐之量者，这个检查一下哦啊，知就是它对不对，那么这个知要到什么程度，以内容的状态为现有，无为希求现世，祈求后世啊为虚言辞。我们检查检查看，假定你现在心里边呢、啊、有无为，什么叫无为啊？啊，恩是不错的，不错什么不错啊？求现世，你的心里面求现世的，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啊，你所谓的求的后世就是空话。这地方共下士啊，共下士告诉我们的真正的下士基础什么？就是求后世。为什么要求后世啊？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嘛，到临终的时候现世什么？现世什么？一堆灰，灰以外恶业，灰是一点带不去，然后那个恶业是把你送到地狱里面去，所以这现世是绝对不是我们需要的啊！你要检查的话很简单，不要说道理已经懂了，你真的懂得道理的时候，你一看脑筋里面觉得，哦呦呦，我现在忙的还是忙这个，对不起，那不算。所以你如果真正的能够如理如法去检点的话，那个半缘心是恩是一点找不到，你为什么要办？办什么啊？都是办现在的这种事情嘛。啊，对外面既不办，也里边眼前也不办。哦，你一跑到厨房里看见那个都好东西，你一看就那个大冤家，生生死死把我害得这样苦啊！你排斥都来不及啊！这个就这么清楚，就这么明白。那还有讲营养，哎呦，这个又不够，那个又不好，味道又不好。
啊，又要吃淡的，又要吃咸的，又要吃甜的，啊，所以自然而然呢、啊，不要说味精啊等等啊，酱油等等，通通送掉了，一点盐巴已经千真万确，已经足足够了。没有盐巴，没有盐巴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那把骨头都要烧掉了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所以现在在从这地方啊，注意，现在我们与其忙这些事情啊，应该真正忙的是忙在这里呀、啊。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下面的自然解决了。啊，这皆换其味，好极了，把它换一换，令臣希求后世为主，现在为父啊。这位生气，嗯，要求后世主，现在是次要的，那么生起来了，现在不是合适哦，现在还要为什么你要修要拿什么，就拿这个东西来修嘛，所以要的，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饮食还是要的，这像什么那土车的油啊，啊还是要的，所以他讲的啊，你吃饱吃饱就好了，就这样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常常讲营养，其实真正营养心里面，我告诉你们。啊，前面已经说了太多太多这种典型的例子了，所以假定你心里真正提起来的话，都不是问题。尤其是我们现在了解的，你的所以真正的强弱等等的，这个眼前这个营养有没有关系啊？有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所生的业力最主要的。啊，所以说吃水也是胖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升起了以后还要什么？然息令坚固，升起了还要坚固。故此生矣呀，任系历练，善为修行。升起了还要努力，何况现在我们没有升起。哎，这个是啊，检查我们这个量的啊，检查我们这个量的。下面呢，不再讲下去，我说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说过一遍，今天再说一遍。这个我的身体啊一直不好，这是你们也看见的，对吧？啊，那总是我所生的恶业了，这样，那么这一生呢，加上种种的不调了，啊，所以啊毛病很多。那么这几年呢，一直在美国，你觉得哦，这个美国的生活，你们去过人都知道的，啊，有时候刚去的时候啊，在美国佛教会，那个副会长就是圣洛克斯医院的这个啊这个老人重建部的部长，哎，他实在是哎。告诉我们很多的营养的知识啊，吃这个那么多少卡路里，吃那个多少卡路里，然后呢，我到了洛杉矶那个地方的话，那环境又这么个好，啊，所以啊，那个现在比如说我们呢，像平常那些什么啊，吃到或者是饼干啊，或者巧克力，大家就好，那里我们下来从来不愿意吃这个东西的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就像你同样那个七十啊，那终归是最好的，结果我怎么吃啊，就怎么瘦。怎么弄也就弄不好。哎，后来我到印度去，嗯，跑到那个达隆萨拉，他那边吃些什么呀？早晨起来一杯茶，结果啊，他那个奶茶，我这个胃又不好，又不能吃，然后一个大饼，就这样，那个大饼又太大，我只能吃半个，所以我平常经常一杯白开水，半个大饼。中午吃什么呢？馒头。哦，他们的馒头可以吃好几个。那个馒头我只能吃半个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其他没有东西嘛。然后那个菜的话呢，今天白菜就是白菜，明天洋芋就是洋芋，后天茄子就是茄子，晚上饭，然后一点汤，汤里面就是一点盐嘛。哎，这样那时候我也是一样，刚开始啊晚上不吃，后来说嗯晚上要吃，然后我这东西吃不来，我把早晨给我那个大饼啊，早晨吃半个，晚上吃半个，就这样。你说什么营养啊？你们说说看，什么营养啊？结果我十年来身体最好的就是那段时候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中期从来没有那么做过，然后呢，帮帮那个体啊，体重居然增加，走路的身轻的胀，那这个胃也不出毛病。哎，这是我亲身经验了，所以你们诸位啊，千万不要在那里谈了啊！如果说刚开始是我就不合适，这我晓得的，我们凡夫就是这个样。但是你自见了，千万注意啊！啊，你不要学了佛以后脑筋里还在这个上面。所以他前面告诉我们，现在我们要学正知见，你处处提醒自己，哎呀，惭愧啊，我现在还是不行啊，所以放不下呀！啊，你要这种心情，你总是要努力的深入，
啊，这样的话你慢慢走啊，你自然而然一天行了。当你心里面真正的烦恼能够把它净化了以后啊，哎，这身体上面的真正最好的健康是什么？就是心理，将来你自然会了解。其实这个事情啊，不要说佛法，科学上面呢已经得到了很多证明。说一个母亲啊，她如果说在发脾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发了嗔心以后啊，她那个奶啊，奶里边呢分泌出来的东西啊，我想你们可能看见过这个科学报告，吃这个那个小孩子吃不一定把那个小孩子毒死，可是把那个东西啊，养个老鼠或者什么东西啊，把那个老鼠会弄死的，因为一发嗔心，这个分泌的东西啊，就对我们人体有害。所以现在你心里面一天到晚跟贪嗔痴相应的话，你怎么个营养啊？弄了个半天哪，也弄不好。你现在如果能够跟发相应了以后，把那个东西拿掉的话，你不要它太多营养。所以为什么服侍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样，哎，但是呢，他精神来得个旺哦。你看看我们大陆上面呢，虚云老和尚活120岁，他可没讲过营养哦。啊，这样是不但是我啊，我自己，我母亲今年87岁，还有我们洛杉矶的那个一个大护法，他先谈，他母亲他今年90多岁了。我看见他那次那天84岁，不到85岁，他还告诉我，喂，我在家里，他那在美国带不惯，他在家里还要做。他说一不进的东西啊，叫他跳起来，照跳不误。我曾经一去试试看，哎呦，我拿50斤的东西都拿不动。那他吃什么？我就回去看着吃什么，很简单，就是大白饭，然后呢，豆腐乳，如此而已。你说这个什么营养啊？你们千万呐。修学佛法的人呢、啊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是特别要注意啊！啊，假定你对贪求现世的放不下的话，对不起，不是佛法啊。不过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，不是说叫我们往上放下，这一点特别在世间上面我们一定要认识。他前面所有告诉我们的方法都是诀窍，怎么样认识他的过患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了解的是顾盼，努力去思维的话，将来你很容易的就放下来了啊。所以他这地方真正精彩的告诉我们真知见啊，错误的地方怎么办？现在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150页，这个关于这个业的方面啊，业的方面，我们不妨再重新温习一下，重新温习一下。这由于我们了解了啊，这个生命的无常快速，然后呢，一眨眼就死的时候，所有生前的圆满呢，像梦一样什么都没有。不管你外面多大的财位，不管多么轻蔑的周围的啊父母妻儿子女，没有一样东西带着去，没有一个人能随你肯随你，就是他一想随你就跟不去，乃至于你自己的身体到那个时候烧成灰也带不走，也不是你的。我有一样东西是业，这个却是为了生前贪一点小便宜，这个业就生生死告把我们捆死啊！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呢想从这地方脱离，而找到皈依之处。那么找到了皈依之处，而进一步了解哦，他皈依了，所以能够解脱问题的原因是法，如法行持。啊，那么发的根本在业，那么现在业，所以我们了解啊，这业的真正的整个的内涵了解了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内涵当中，我们要求的是些什么啊？所以是第一个是总业果，第二个是别业果啊。那么一步，所以我们呢，下面了解，最后呢，了解了这个事情以后，那么。我们就说，
该怎么办啊？该怎么办？所以啊，最后忏悔，把以前的建筑、现在的房子，于是在这种状态当中，你不再忧愁堕落，永远保持享满人生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，生生增上啊，生生增上。现在虽然呢苦苦恼恼，那已经不错了，比现在更好的，当然我们不必怕啊。何况你这样增上的最后结果达到圆满的福地，那么这个次第我们都已经了解了。这个道理要达到什么样的情况才算呢？所以昨天呢、把生持意乐之量说明白，这个道理虽然懂了这样说，可是是不是内涵跟它相应，你要如实的检查一下，不是说啊说了一个道理啊就算了，这个事实的内容如果不相应的话，前面一再告诉我们，不管你说的多么好听，不管你说的多么好听，到最后的结果啊，还是把你送下地狱，那还是毫无意思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特别要了解一个事实，什么呢？就是不是一个道理，而是要把这个道理啊如实去做，遵照这个道理如实去做，产生如实的功效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做生持意乐之量，生起来了以后还要令这个坚固啊，那个时候才行，那时候才行。关于这个前面的事情啊，我们应该牢牢记在心里面。目前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这个，所以共下士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假定说你啊，对于现世的这个啊一切看不下、放不下、看不破的话，那所谓的希求后世，那都是空话，那都是空话。而这个共下士真正要的正常神是求下一世，这个下一世有它特别意义啊，特别意义啊。从表面上看的下一世，你真正到了下一世，下一世还是求下一世，下一世还是求下一世，这个意真正的意义在这里。那最后那个下一世什么呢？这个佛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啊。可是这个殊胜这一点深入的意义留到下面去讲。那么第三最后一点呢，看文，第三除欠此种邪分别者，同样的说明了道理以外，有一类错误的，他要到排除掉啊。未有一类以佛经所吸引悲起生死所有一切圆满为错误事，作是念缘身受用等诸圆满是真上生者，皆是生死法求痴心不应道理。那么他错在哪里呢？说有一类的人士啊，他看见佛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啊，说生死当中的一切的圆满啊，那都是虚假的，我们呢、应该晓得他的孤患了、应该呀、悲起他，应该悲起他啊。所以他就看见经常这么说，所以他就说，哎呀，既然正经常这么说，所以我们眼前的受用等等啊，这种属于正常生的事情啊，那个都是生死轮回当中的事情啊，要求这个不合理，要求这个不合理。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对呀，那千真万确，我们不要他呀。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？不，不啊。对于求声闻层来说是，因为声闻层的目的的的确确借求解脱，他全部的精神求解脱，根本不要别的啊，根本不要别的。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它有它特别意义。看下面，然所求众略有两类。位于现为因虚虚因希求，即是究竟殊因希求。
说我们真正要求的这个真上生啊，一共分两部分，两类。有一类呢，就是求现身啊，为了现世的快乐；还有一种呢，为了要求究竟的利益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也要利用这个身体，不但要这个身体啊，前面告诉我们，你为了要达到最圆满的修道进程所用的身体，平常一个还不行，一定要最好圆满具足种种德相的身，这个身是正上身，这是为了究竟意义而要求的分成功这个两类。这个前者啊，对于现身要想求快乐，那个是的的确确，不管哪一个五乘共法当中通通排斥的，也有这个概念，跟佛法就不相应，完全不相应。至于后者呢，这就是我们修学法人需要的。所以下面说，系解脱者于现法中业需希求啊，这个真正求解脱的人呢，对于这个真上圣也要的。为什么呀？有辗转见受此圣后边来的决定圣果。哦，说你必定要凭借了这个圆满的下满人生，不但得到人生哦，单单那个人生还不具足，要具足种种最圆满德相的这个人生，根据这个作为修行的工具，然后才达到究竟圆满的决定圣。这样，所以说非凡俗有生，即受用眷属圆满真三生时，一切皆是圣时所示啊！啊，说。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啊都是生死轮回当中，是目前他是在生死轮回当中，但是你要跳出生死轮回，还要借这个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下满之身去休息以后，这一部分这是我们要的，这我们要认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。以我们眼前来说，我们处处地方和这个饮食受用种种地方的呵斥不好，哎，但是它有个好处啊，什么好处啊？修行还必要戒它，就这样。所以啊，讲究这个眼前这个我不需要，可是吃饱了以后让你修行的这个却是我们需要的。眼前是如此，整个的生命亦复如此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你能够啊邪正分别的清清楚楚，要不然呢我们到哪里都是含含糊糊，哎呀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，都不知不觉之间那个错误夹杂的东西啊都夹进去了。咱们继续下去，一起圣等圆满究竟啊，借佛十圣圆满佛徒佛眷属故，因为最后边际的这个真上生达到最究竟圆满的时候，以及你周围所有圆满的一切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圆满的报身，就是你圆满的佛徒，以及你圆满的眷属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所求的不是眼前的，但是反过来说啊，你觉得既然要，然后你讲究眼前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这个里边的细微的道理，我们一定要分别的很清楚啊。理论上面分别清楚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在自己的概念上面要时时检查检点。